好烦。现在的告白气球，再花500块钱买。老板打钱。你现在可以加我，我只要点一下同意就好了，很简单。我电脑登着微信呢，对对对，我点一下同意就好。你可以现在加我，看一下私信。
他娘的是别扭的。什么时刻
热开空调。还穿那么多，别穿了，是吧？我就是先打开了，那还是挺热的，有一说一。哪里肉肉的没有？不是本人啊，我现在是他的学生会啊，是我魔法书的哥哥，看一下私信。不，我变了，我哪里变了？变得更可爱了，变得更可爱了，我的宝。
后卖给我了。现在就是飘飘飘。
餐店。这几天都不露脸。真的是，是的，是的，还没恢复好。对对对。之前那个主播把号卖给我，出错了。
种自信。
年呢？六年，大点声，大点声，多大？现在是正年了呀。把空调关一下。
今天都没露脸。下巴分不清吗？行，不是苹果。
末日都可。谢死神。送魔法师的哥哥看一下死线。谢死神。
年真有你。确实。挺像花木啊，叫什么？哎呦，要饭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我的包。
电话，我的小红花有点痒。